是，现在请主席张议长宣布开会。卢市长，杨副市长，市府各机关首长，本会议员同仁，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现在开始开会。报告议事日程。台中市议会第三届第一次定期会议事日程表，日期108年4月16日为报到，4月17日为第一次会议。一、报告议事日程。二、报告市政府来函暨宣读议案交付审查。三、财政局主计处报告108年度台中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四、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五、抽签市政总质询及业务质询顺序。4月18日为第二次会议。一、市长市政总报告。二、其他事项。4月19日为第三次会议。一、环保局业务专案报告，含清洁车辆滤烟器安装、厨余政策、清洁队员禁用及管理、文山焚化炉掩埋场何时关闭、大台中空污问题及龙井西屯区空气污染物 PM2.5 致癌物超高如何因应。二、经发局业务专案报告，含鱼市场鱼货溢价、员工投诉、乌日国际会展中心新建其成、北区屠宰场迁移、市长上任后争取多少企业投资案及经费、各局处含跨局处如何具体落实市长前店后厂自由港政见、推动再生能源策略与其成、文山工业区开发进度。三、建设局业务专案报告，含水南经贸园区各项重大建设工程进度及完工日期、水银路灯落日汰换专案后续处理进度。4月20日及21日为例假日，4月22日为第四次会议。一、交通局业务专案报告，含捷运公司人员增补高阶与基层人员比例不当计、考试程序设计与实际执行、酒后代客驾车或指定驾驶政策、中央修法规范无人机市政府因应策略、文心路号志标志设置、台中捷运进屯区、太平、大里、雾峰74线交通现况困境改善说明及解决方案、台中捷运绿线、蓝线进度。二、农业局业务专案报告，含农产品外销规划与成效、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动物收容及管理现况、林木合耕病及农作物春象防治、农损市政府相关补助计划。三、水利局业务专案报告，含绿川新城计划修正执行与在地沟通情况、大康桥计划执行情形。四、观旅局业务专案报告，含妈祖文化园区及沙雕美术馆建设、东风自行车绿廊边坡工程砍树。4月23日为第五次会议。一、都发局业务专案报告，含体二用地解编或替代方案规划、农地搭建铁皮屋如何规范、台中新规划开发产业园区、潭子巨星神冈丰州科技园区二期及大里下田产业园区、大神冈都市计划产业园区、产业区园区、新定大里图城都市计划产业型、新定乌日西南产业型特定区、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三期工程、台中市各都市计划区内公共设施用地专案检讨案执行、铁路高架化后都市缝合计划及后续工作推动、清泉岗机场周边门户地区土地规划及整体开发案进度。二、教育局业务专案报告，含台中市评鉴奖励辅导及接续办理委托私人办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办法、公托公幼倍增计划执行进度、准公托化托育成效与收托供给不足之因应措施、校园食安。三、数位治理局设立规划专案报告，4月24日为第六次会议。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预算及执行专案报告，含花博大宗购票方案、
智农馆与乐农馆为依规划标以永久馆进行细部设计施作暨建造公司未进场前先行付款花博卡300万张及除值1元预算科目经费来源有无经议会审议通过释法性花博三大展区域及设施展后营运管理维护使用。4月25日为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4月26日为法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4月27日及28日为例假日。4月29日至5月1日为各委员会市政考察及其他事项。5月2日为整理议事资料。5月3日为第七次会议。一、讨论市政府提案、议员提案、人民请愿案。二、三读议案第二、三读会。5月4日及5月5日为例假日。5月6日及5月7日为法规委员会市政考察及其他事项。5月8日至5月31日为一、业务质询；二、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6月1日及6月2日为例假日。6月3日及6月4日为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6月5日为法规委员会审查议案及其他事项。6月6日至6月20日为市政总质询。6月21日为第八次会议，三读议案第二读会。6月22日及23日为例假日。6月24日为第九次会议。一、讨论市政府提案、议员提案、人民请愿案。二、三读议案第二、三读会。三、临时动议。四、闭会。以上。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啊，请陈正贤议员发言。长、市长、各位局处首长、各位议员同仁、媒体朋友，大家早哈。本席有个建议，4月24号刚好花博的闭幕典礼，然后经了解，有很多议员希望去参加花博的闭幕典礼，让大家能够共同来见证属于台中市的历史的一刻。但是因为那天早上花博的闭幕典礼，我们如果从那边再赶回来，来到这回到议会，可能就12点多。所以说，本席建议4月24号早上10点开会，是不是能够延到下午1点才开始？请各位议员来，大家来参考各位的意见，也请主席裁示。好，好，本案无需变更议程，日程表修正为4月24日下午1点开始开会。散会时间由主席视当天状况决定是否延长。好，继续。哎，请林德宜。啊，谢谢主席哈。我想今天是这个我们第一次定期会的第一天啊，确认议事日程。我想在确认议事日程之前哈，有几个紧急事项。啊，应该要来请卢秀燕卢市长来做公开的说明与澄清，不然我们后续的这一个日程，包括施政报告、包括预算，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审。我想要请教一下市长，台中市政府有没有被统战红色渗透啊？上个礼拜六，这个主题有关啊，要先确认啊，市长要先说明清楚啦。好、哦，上个礼拜六有一场触统的这一个游行，有一场触统的游行。市长都拒不表态。坐下，坐下。啊，林颖不要偏离主题。哎，林颖不要偏离主题。啊，请坐，请坐。哎，请坐，请坐。我来偏离主题呢。哎，请坐。哎，请坐下。
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守护台湾。哎，请回座，请回座。哎，大家请回座。哎，大家请回座了。哎，请回座了。来，请回座。哎，请回座，请回座。哎，好，休息五分钟。
好，继续。报告市政府来函，即宣读议案交付审查。一，台中市政府108年3月20日府受财管字第108005-7478号函，有关严敦佩等两人依据土地法第34条之一规定，出售本市清水区银联段11419地号，面积156平方公尺及同区段1419-2地号，面积670平方公尺等两笔市私共有住宅区土地案，进程准予备查。大家有没有意见？何恩台议员，请问。哎，主席哈，各位大家好了哈，黑里，针对哈，针对我们4月19号哈，中央报告的第一项哈，他有谈到大台中的空气，空污啦问题及农情稀屯哦。要加两个字啦，南屯啊，加进去，哦，这一条线吼，无咧西屯跳过南屯，才走去龙井啦，哦，所以那个是南屯把它写进去啦，哦，谢谢哦，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在4月22号吼，也是专案报告的部分，第二项是农业局的部分哦，台东市动物保护处啦吼，保育那个要加。南屯的可爱动物园，你是在讲议程还是？我讲内容啊，加进去。议程内容？哎，就当然对内容啊，对4月22号的啊，哦，无啦，哎，事实无我讲，你是咧针对内容咧，对不？没有。乖乖，哎，请坐下。我说，阿妹，我要讲你无我讲，我都有意见，你咧讲，你是咧讲啥？我针对议，针对内容，你无我讲，我是咧讲啥？啊，主席，拜托嘞！啊，你时间过啊，你是要？啊，我你问我讲啊嘞，我头早要跟你讲，你问我讲，你问为什么？哎，安尼啊，安大家安尼变啊开会啊？不是，唔是乱啦，我无啦，唔是啦，但都买不贵啦，来，那个主席，这个针对内容呢？哎，请要单个提书面给他啦。OK，好，安尼使。这两项哦，秘书没有，要两项，秘书，我来去提书面给你啦。哦，继续，不是啦，这提提书面给你啦。嗯，啊，进入过啊嘛，哎，这提书面给你啦。啊，继续。嗯，好，你讲。好，这个议事日程吼，拄只林德宇都已经有啊一个临时提案，应该你爱该及时处理才对啦，征求复议啊。如果若无人复议，当然就一直过嘛吼。啊，但都连征求嘛无征求，啊嘛讨论嘛拢无讨论，安尼是。是啦，啊，你规划咱也卖偏离主题，啊，你该搞关的。伊无偏离啊。我啦好啦，我你讲啦，我会尊重你啦，我会尊重你，我至少给你提醒啦，好不好？哦，啊！我即摆要讲，我即摆要讲的，好不？是，你要公车，你都去开记者会，啊！你伫议事堂，你公车要？哦，无啦，这你可能无了解，我应该是对啦。好啦，不要紧啦，我拢尊重你啦，吼！来，过来，我即摆针对第二项，咱头拄已经报告这个市政府来函以及宣读议案交付审查针对同志第二预备金吼，明细表内底吼第这个农业局。有讲吼，编一个七，所以，那也无，伊都头拄仔已经念煞啊！你到底是要一条一条念，还是要规个？你啊讲好？无啦，一条一条啦。啊，一条一条来，安尼我就跟你一条一条来。啊，像我头拄仔都半条都无，都过啊！你咧？啊，不，没有见呢，继续哦。啊，备查，继续。台中市政府108年3月26日府受财管字第108006
29791号函，有关杨高荣等13人依据土地法第34条之一规定，出售本市西屯区民安段1866-2D号面积 1297.62 平方公尺四私共有土地案，进程准已备查。哎，大家有没有意见？啊，没意见备查。三，台中市政府108年3月28日府受精耕公字第10800067872号函，有关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输变电工程处中区施工处新办106年度输变电促协金施工中。建民 DS 新建工程促协金完工，协助本市大里区公所办理周边地区建设及福祉经费，计新台币180万元整支，执行台电公司促协金结算明细表，敬请归会同意备查，请查照。有没意见？备查。四。台中市政府108年4月8日府受主一字第10800076956号函，简送本府108年1至3月动之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特别预算预备金明细表一份，敬请备查。请何敏成议员欢迎。赖局长，这个这项吼，对1803年到即马呢1808年5年的当中。国民党团嘛，一直拢安尼，哦，真认真啦吼，一直要查到即嘛，哦，他今天来报告出来啊，哦，我一个讲，我头拄啊真认真个看，讲也是敢若惩处一个科长申诫一次，啊，再打一个科长叫你衰，叫恁惩戒，会用报告一下无？这，没有照倒退一项，无恁你是要打一项？啊，即马到第四项啊，你要打一项？啊，到花博啦，毋是？啊，到报告啦，无啦，这是拖堆啦。无啦，预备进后边啊，你咧。无啦，这条是花博诶，花博特别预算诶。对啊。啊，到花博，你这报告，都干那惩处一个科长，我不是问讲科长是啥物人？来遮衰打一个，安尼敢袂使哩？无咧，也无到遐啦。都各家啊。啊，每一间备查。无啦，按照大姐科长。啊，继续。五，台中市政府108年4月8日府受主一字第10800077332号函，简送本府108年度总预算1至3月动之第二预备金明细表一份，敬请备查。每一间备查。请何敏成议员发言。我莫咧揭开啦，应该一项一项来啦。你头拄啊，这都明明在花博，你讲更不爱我讲。还有今麦佫讲吼，农业局吼，农业局是有搭一个单位，遮呢遮有高深的这个学问，讲啊，做有法度去画图，哦，去用手抽，市政府画图掠蛇，吼，啊，佮掠蜂，哦，开偌济了？758万6000块。市长啊，这个钱你是叫一只去掠，是啥子量啊？只？756万，这哪一个单位也没有注明哪一个单位。请农业局说明。为民服务委托案哦，委托哪一个单位？啊，这边来讲的。抓蛇跟抓蜂，哎，请说明。好，议长，各位议员，这个案子是委外公开招那个公开那个招标委外的办理的，这什么标准？我们定有那个招标的一个相关规范啊，有相关的这些有资格的。你一年按时要抓几尾啊？一年要抓几只螃啊？几尾蛇？那个有人通报，那他们这个得标厂商，他们就要负责去捕蛇去。你有个规定，伊爱偌济人无？这个在相关的招标规划里面。好啦，安尼讲啦，你是安怎有756万这个案？这个是根据我们的58万估算，难道花包按照那个政府采购法去花包的？政府采购法花包。
还是讲市区要抓几车，还是讲屯区要抓几？这个不能说几次，因为他那个民众有发生有蛇，他通报到1999哦，然后他就通报这个厂商呢要去处理。对啦，还、啊、有什么依据啊？那不是100万，啊，那不是7000多万，啊，那是758万6000。那个根据调查，就是一个案子需要多少钱，他估算一年会有多少案件估算的，然后再公开发包去那个估算很多依据呀、啊，你依据是啥？我看我无迄个依据呀、啊。我是把资料送给议员来了解。过去嘛，唔办啦。我是安尼感觉啦吼，第二预备金虽然未少钱啦，过来一个吼，过一个吼，但是市长就任了嘛，未使安尼乌白开啦，哦。上年度就是这么样发包的、啊。那当时那我那好些代志，这你这不是我你讲上年度的绩效提来我看嘛嘞，两、啊、几只，我们把资料送两几只胖。啊，我们把资料送给叶燕，哎呀，资料送给叶燕、哦、了解。提醒啦，提醒大家哦，这个钱不能乱花啦，哦，市长啊，哎呀、啊，哎呀、啊，这本来就拢哎呀消防局、消防队在倒给你呀、啊，哎呀、啊。对吧？好，我把资料送给议员。资料依据还有这个成果都拿给我一下。好，请黄新的议员发言。第一长，我们在第二预备金的第1220的代码哈，社会局的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偿还105年台中市老人参加全民健康保险的补助费本金及利息，而且是105年的，可不可以做说明？有谁可以做说明？社会局长吗？对，为什么？啊，请社会局说明。105年的这个预算，那个利息、哦、可能就是之前可能他把它再加计了。不要讲可能哦，因为已经钱付了，还讲可能。这我再了解一下，我再了解一下。我现在马上要答案呢，因为你这样读的就通过了。对啊，这是追加，为什么要帮105年再回头去追加什么事情？这个部分我再来了解一下，马上。行。你现在到底通不通过？因为105年执行的时候，预算编列不足，向健保署先借，所以现在等于是归电了、啊。有公文吗？有公文。微电的公文有，也就是说，105年，我们林佳龙市长欠健保局是吗？是，公文都有。所以呢，健保局来追讨，是不是这样？应该是。不要讲应该好不好？对。分年归还，就是健保署要求我们分年归还。请你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哦，说明白。我们需要的是真相哦。105年，然后呢，到现在我们108年还要再去还这个款，而且是人家追杀来的。是，请你把公文告诉议员怎么回事。好，我会再特别向议员报告。对，那利息也是因为我们延迟不缴，所以才有利息吗？是的，是的。那意思是说，前面的林市长这样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要被追讨，还要加利息的吗？然后你是准备来擦屁股的吗？有些时候执政虽然政党轮替，可是这个业务还是要必须盖瓜承受了。盖瓜承受。替的。为什么林市长的时候会放任这样的事情？我们因为你答得不清不楚，麻烦你。把健保局追讨的资料拿来给我们所有的议员看。好的，我们会把他105年执行。好，请谢谢林鲁做议员欢迎。啊，主席哈，市长哈，各级处长，我们各位同仁、媒体的好朋友哈，大家好炸了哈。啊，关于哈第二预备金的应用哦，有一定的办法啦，但是啊，本身哦，感觉讲哦，所有的同仁哦，拢正要了解吼。过去含即马1到3咧做的是虾米情形？所以讲是毋是
啊，请主席吼，会当请起付啦吼，会当就这个第二预备金这个项目哦，运量的进行啦，做各级处吼做一个说明吼，送吼每一个议员，安尼伫这个议事厅吼，这即马搁问落咨询落吼，搁讲落吼，会浪费时间啦，所以讲请主席裁示吼，请起付吼，会当将我们所应用的这张预备金吼，详细的说明。上吼每一个议员了解，啊，因呐有啥物疑问，在业务执行，啊是讲施政报告各方面吼，再佫来向市府吼，请因来说明啦，是毋是安尼较好？啊，请市府啊准备那个议员要的资料给议员看，啊没问题啊，啊继续。六，台中市政府108年4月9日府授严纵字第108008-0397号函，仅送贵会第三届第一次定期会本府施政报告、业务工作报告各150份，请查照。啊，市政府已分送各议员，请自行参阅。啊，继续。七，台中市政府108年3月26日府授密联字第108006-9887号函，有关本府提案108年台中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等计13案如附件，提请贵会于第三届第一次定期会审议，另简送书面提案资料各250份，请查照。啊，请李天生议员发言。那么我们第一次定期会，大家好哈，开始。啊，我们第一次定期会，我们收到市政府的这个追加减预算，总共有80几亿啊。那么看一看哈，去年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只小删了35000块，千多亿的物件，市长现在送到我们议会来，口口声声讲说妈妈市长，那么你要来看我们的预算，结果。追加了80几亿，我觉得是匪夷所思。那么还有啊，只有70几亿，那你还要再垫付7亿多，要用赊借的收入，你不是讲前朝很会借钱吗？那么现在又要赊借7亿多，不搞紧，你嘛是要赊借啊。那何况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啊追加减预算的部分，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的部分并没有编足啊，像假牙的部分，去年你说啊编了6000万。那么一二月就花完了，那你追加只追加1亿，为什么只有追加1亿？我觉得很奇怪。那么为什么不要一次到位，多追加一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敬老爱心卡，我看你们的资料上面明明讲了，在去年编了3亿多公布稿，那么今年追加了5亿多，但是你们试算下来，财政局试算下来说要10亿多才够啊，阿嘛是欠两亿呢，市长，安尼干那做半套嘛不好啊。那么你的政见说这个健保补助65岁以上的长者未来做补助，你跟我讲说啊，这个是恢复健保补助，恢复能力像高压的看无，这个选完之后就变成斗大的字说是恢复啊这个健保补助。那么我看你编了7亿2800多万，那么算下来也只有16万多人的这个长者受益啊，我们有多少的长者？35万呢，几六在背板栏没有啊？这个收有把那个试算表，那个东方市把它放出来好吗？18万长者没有补助，所以我们主张请退回重编，足额编列一次到位，几六一周会搞吗？这个东西刚刚我们的议员又讲很多的问题在里头啊，请。退回重编，把它足额给编足了。你看，你追加的7亿2882万6000元，那么你说要是通过的话，从七月开始6个月，一个月啊只分配到1亿2000多万。那么依据我们的这个健保的这一个补助的额度，一个人要749块。社会局局长一直跟我们讲说，吼，嗯啊，你们缴的比较便宜。啊，我们缴的比较贵，你们说你们只要400-500块就好了，啊，我们就要缴749块。我想不讲吼，为什么这个市政府在我们的卢团队的执政之下，因为钱拢较大呢？
你们就缴4500块就够了。那么我们民间要缴749块，补助的人数只有16万人呐、啊。市长，有18万的长者没有补助到。我再重申一次，有18万的长者没有补助到。安尼，诶，这个医生讲要来追加减，来追加这呢啊，啊，这个80几亿也没有足额编足，所以本党团要求要退回重编，足额编列一次到位，请退回重编，足额编列一次到位。市长，你做会到无？主席，本席的意见就是讲，这个追加减的医生全数退回重编。让我们每一个局势来跟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编列？就像你们的这一个健保补助一样，这是你的政见啊。你选举的时阵讲吼啊，这一个恢复啊，这一个这个补助，结果恢复两个字只有一点点而已啊。现在你跟我讲说恢复这两个字，斗大的两个字说，跟要跟105年的时候的水准是一样的。社会局局长吼，拜托这里吼。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好不好？是我说明。好嘞，跟议员报告，我们所编列的那个那个健保补助里面749块是最高的那个集聚，因为每一个人的投保的集聚不一样，所以我们采取按照过去的经验是550块钱是一个平均数，这个是过去几年来经验里面最精准的一个数字，所以抓这个平均数来计算。550块在105年的时候，我们的长者也只有30万人呢、啊，现在有35万人呢、欸。对，我们是用35万人、啊。所以明显你就是低估啊，35万人，但是乘以，因为我们是用你恢复吴志强，吴志强是5%的综合所得税率，5%的是62%，所以是356000人乘以62%，然后再乘以550，再乘以6个月，就得出来是得到7亿2000882万以上报告。好，请坐，时间到。对了，我们编组，我们经过多次的精算。啊。我精算做嘴盖啊。哎、欸，请坐。哎、欸，时间到，请罗廷伟议员发言。无线麦克风吗？麻烦你。喂。报告议长哦，那我觉得哦，我这蔡家议员哦，来跟李天生议员哦。来上个课啦，我有准备算数啦哦，拜托你一个啦，你拄只哦有讲哦，老人化，我们的老人人口35万，这里就写得很清楚，预估老年人口数是364000人，减掉低收已经都有在补助7780人，乘以62%，为什么要乘以62%？因为综合所得税率超过5%的人。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算式模式来算出我们精准。那为什么要550元？往年550元抓的最准，为什么？因为有人700多块，有人100-200块。啊，假密你唔知咪给哦，你是天龙议员，我这基层里长起来的议员，我跟你讲好清楚哦，拜托你等级阁看好势哦，拜托。哦，恁家好野人，阮家善食人，恁开比恁面子哦，我这开头有台哦，甲你讲好清楚，拜托各位。所以为什么要乘以550元？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没有去好好看我们的一些内容，甚至找你的助理好好的去研讨，你来我们的议会这边浪费大家时间哦，还站在一起在那边拍照，就是你们这些一群不懂数字、不懂了解这个内容的一个议员哦。你们真的，民进党很会讲干话。我准备了这一个公式，就在这边，大拉拉的打脸你们民进党的议员哦。拜托大家，请你先看好里面的内容，请你先做研议，以后再来议会讨论。谢谢。哦，所以我拜托议长，我们觉得刚刚他讲的都没力哦，退回审查只会延误到我们7月，要好好的来实施我们的老人健保。好，所以也拜托大家，今天一定要让它通过，因为我们7月1号就要开始执行了。你们如果这样继续乱的话，老人健保在7月1号没办法执行，就是民进党在主导，一边说一套做一套。哦，拜托大家一定要恢复健保补助，然后后面又来告诉大家说不能有这样子的计算方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们能够尊重我现在在发言？好、哦，拜托大家，
哦，拜托你尊重一下，现在我在发言，好不好？张忠义议员，张金辉议员，欢迎。好，我们这样啦，主席。主席，我们照议事日程走了。你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议程报告嘛，所以我们这个受无民生不能等，哈、哦，好不好？大家就遵守。哎，罗廷伟啊，啊，由议员发言针对业务发言哦，不要哦。再来，请杨振中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假数字、假消息，一定要拨乱反正，让我们台中市市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针对台中市政府提出了13个案子，那么有关的第二案，交通局提出的第二案，2018台中世界花博博览会门票代售100门票及入口验票委托服务案经费分票分配计划表，本席主张把这一个退回去，3.82亿退回去。退回去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前林佳龙师傅团队3.82亿没有经过议会审议通过，先行发包，违反了预算法25条、52条。第二个，这一件事情，3.82亿门票的这一个代售案，那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为什么不等司法调查完毕之后再来提这个案？第三个理由，我们看一看我们台中市政府，我们的政风处已经沦为把风处。现在议会要求我们政风处对3.82亿做一个报告，但是呢，我们的政风处啊，学会了厚黑学里面的巨剑法，这一个报告是要提什么3.82亿里面的弊端，结果我们政风处用巨剑法只提了什么，请预算未经审议先行动之调查报告，后面的事情都不提，后面的事情都不做调查，只针对一部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政风处，你沦为了把风处，这个里面你们都自己在讲，为什么你们自己在讲准用最有利标、不定底价及总价绝标的方式？为什么不定底价？为什么总额绝标？这些事情完全讲不清楚。我们就要这样子，人民的纳税钱3.82亿，你就要给人吗？所以说，我主张这一个3.82亿，这一个不要付委退回去，让我们政风处再继续的把实情清楚的交代，让我们议员知道，让我们台中市市民知道3.82亿到底有哪一些弊端。今天政风处的报告连违反哪一个法律都不敢写，都轻轻的高高举起，轻轻的放下。最后是什么？一个科长记了一个申诫，今天所作所为都是这一些政务官啊，都是这些林佳龙、王义川，结果最后受害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可怜的事务官。我们要把这一个
政务官谁下的指令？为什么下这些指令？好好的调查出来。就说主张退回。啊，再来请李宗义发言。主席、市长、市府各位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本席也同样针对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办理2018世界花卉博览会门票代售及入口验票委托服务案这个调查报告，表达我对这份报告非常的不满意。首先，我在上一次，三月份的这个临时会的时候，我询问过交通局的相关主管，没有任何预算科目交代清楚预算来源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敢发包？他们说这是上头交代的，结果呢？现在写出来这个上头就是王义川局长，但是为什么没有针对过去的王义川局长给予这个？不管你是要去通知相关的政府单位惩处，或者是送相关的检调单位。为什么没有把王义川的责任写清楚？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们上面的说明二说未能尊重贵会105年1月5号审查的附带议决，我要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是未能尊重议会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这个里头是违法乱纪的情形。大家想看看，我们预算收支不能互抵，这个是一个预算的原则，明明就是违法，竟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未能尊重议会的议决，预算收支不能互抵，干了这么多年的会计主管，政府的公务人员，难道你们都不懂吗？另外，这个标案有好几家在投标，这好几家在投标，虽然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服务建议书，但是在过去我们咨询的时候，发现到这个佣金的比例明显偏离市场的行为，难道这一家公司之外，另外两家公司所准备提出的票价佣金会比得标的这一家更离谱吗？为什么没有把得标的这一家厂商跟另外参加投标的厂商来做一个适当的评论，是不是它的价格最公允？显然隐藏了许多的事实。再来第三个，为什么从头到尾有关大宗切票的事情要隐匿，没有跟议会在做相关的报告，甚至于这些大宗切票是谁可以决定这种价格结构？这样子的价格结构，难道仅仅是几个主办官员就敢认同的吗？这样子的价格结构，谁决定了这样子的佣金分配比例是合理的？难道跟上头没有关系吗？这些都代表了里面隐含着重大的利益分配，这个利益藏到哪里去了？没有看到我们的政风报告写出来，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最后仅仅交代一个主办科长寄生界一次，如何对全市民交代呀？昨天我们看到电视，韩国瑜说，公务人员啊，要记住，你们是公仆啊，是为百姓服务、为全民服务的公仆，绝对不是为某一个市长、某一个政党在做服务的。今天那个市长、那个局长拍拍屁股走人，现在议会一定要求政风处把当时同意这些案子的相关官员
通通要调查清楚责任，移送检调单位来办理，尤其不能放过王义川局长。王义川竟然违法乱纪，没有预算就指示发包，为什么对王义川没有交代他的责任？所以本案要再来请陈廷秀议员发言。议长、会长、市长、副市长、各位局处首长、各位议会同仁、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安。那我想刚刚李忠议员还有杨振中议员都有提到，我想这个我们了解这个案件3.821这个案件已经进入检调，在做司法调查，我们就先撇开这个不讲。我想我个人有一点见解啦，我想在座很多议员跟我一样有一些会有一些时空错置的感觉。今天是我们定期会的第一天大会，就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来到立法院了。我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能够管到两岸关系，管到一国两制，管到缓并吞的是统独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就事论事，我们今天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把它精准到位的把它做好。尤其我们就是不精准到位，才会发现，才会发觉，像107年这个花博门票预算这个案子，竟然预算跟我们的计划跟我们的预算金额科目不符，还能够不经我们议会的审议就能够强行花包，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们的过去我们来不及参加，我相信台中大台中的未来，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坚守，安尼好不好？大家共同打拼。所以说很多的议题，大家真的要做实事。卖拿空炮弹，看了就头也还忘记呢。像我叫陈廷秀，但是我不作秀哈，做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柯文哲，很多人都说啊，认得陈柯文哲一下后，我不想讲前面后了，我是认同价值啦。什么价值？坚持财政纪律，不再留子孙。大家讲啊，伊都无朋友，伊奈无朋友，为什么无朋友？我讲白一点，其实他。媒体在联网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听了很感动。因为他公给他北来不是做公关的、他也不会去做那些、跟媒体关系套交你什么什么，跟名嘴套交你这些，他真的都不太会了。所以说他做实事啊，包括很多人批评他的大巨蛋，其实你们好好去了解一下大巨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我们今天这议事堂不谈这个，但是我们是地方自治。就谈地方事务，把民生热力的事情做好，把基础建设做好，把攸关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彻底解决。我讲白一点，我上次在临时会做了一个临时动议，所以我要报告市长，请市长我们团队真的要用一点心，接地气，不要我们讲的你们都没有在信了，你说一般民众讲的那行，所以要真正的彻底去深思解决问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3个月前，清水区的东山里，那时候我一上任，因为我早就发觉这个问题，时常会淹水，十几年了没有办法解决。当选那一天，我就去跟里长就会勘，找出源头，就是因为沿岸的整个东山里整个全里的侧沟没有清淤嘛，70公分的侧沟竟然长了60公分，这杂草都长出来了，不淹水才怪。找出源头之后，我很肯定我们建设局，我们第三大队，我们苏队长真的很用心。马上看，马上处理。结果呢？因为要需要特别的工具，所以说用那个小型工程，但是要连做8次，花了80万。当然局里会有意见，因为这个小型工程，其实像这种案子应该用限制性招标。我想局长这个内行的，我们应该限制性交包一次把它解决，就现在做一半而已。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好彻底把这个接地气的事情彻底去解决，不要让民众说啊，做进我好够啊，不应吗？那不应一半呢，做一半呢。所以后续的问题赶快把它完成。我要强调，就是我们在议会是在发掘问题、解决问题、面对问题，啊，不要老是在那边打高空。议员，请针对主题。好，我再讲一件最重要，就是说，我想所谓坚持财政纪律，就是说，套一句我在讲柯文哲的事的，他讲的一句话：“想要开钱做事，一定想不想走。”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在做预算的这些审查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些坚持。当然有些真的是民生热力的。那你要共同来集齐，不要在那边打高空，不要在那边做一些花拳绣腿的事情，那对我们
对我们民众哦，对咱地方绝对无啥帮助。好，我以上报告，谢谢。啊，请黄先生议员发言。主席，你是我们的台中市的最高民意机关的首长，你要硬起来。你看看人家高雄庆富案，真的要求查就是查，一定给老百姓要还原真相给大家，不是呢用这样吵一吵，然后掩盖过去没事。他们的这个董事长还可以下台以后再更高的再升到第一金控的董事长，这是很夸张的事情，老百姓看不下去。尤其我们这个3.8亿没有程序没有预算，竟然可以就这样发包。如果我们其他的像今天交通局呢，为了说要补程序把资料送进来，然后呢我们接来审，这样有多夸张你知道吗？所以呢所有的县市所有的局处都可以如法炮制，那还有议会的存在吗？如果呢你送进来我们接了审，议长我告诉你，台中市议会拆掉，台中市议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太夸张的事情。然后呢议长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会让我们的民众对于议会是不信任的，我再一次的提醒，谢谢。啊，请何敏成议员发言。头拄我要讲，你就讲啊，做迄鬼啊，什么鬼啊？头拄在咧讲尔，什么鬼啊？啊，你即摆拢在讲3.8亿，阮都拢老啊，阮一定爱买解税一下。即、這个咱经过讲啊，拜托市政府政风室，你都爱去做报告，爱去审查。好，把审查出来啊，第八项内底嘛写到这边，基于预算不二审的原则，本项决议对本府应无拘束力。好。嘛已经执张啊，这个报告嘛，好难啊！啊，恁要不要搁啊？你讲啊，这3.8亿个是无经过市议会审查，啊，无通过，啊，都通过啊，都不审，不能再做第二次审议。啊，你得一直要逆过，逆落。你要逆，你要选立委，哦，遐嘛，遐不要紧啦。我看你讲个骚声嘛，真可怜啦，哦，哎呀，这不要紧。啊，但是啊，都唔免安尼逆嘛，对不？嘛，后个后边嘛，有写讲啊，这。这个总和研判嘛，讲啊说，因嘛还佫有去告啊，这个司法，啊司法嘛还佫在审的当中。我话本会就是各家就好啊嘛，对不？是不是呢？所以你嘛，这个时阵就是爱裁决啦，唔免佫还咱来提落啦，谢谢。直接讲了哈。啊，陈真真嫌疑人话，感谢局长吼。其实每一个议员。拢是经过选战，然后经过选民的肯定、托付，才来到咱台中市议会。相信咱有一个责任，就是爱接受到、爱承受的我们选民托付的责任，就是爱监督、爱了解真相。在基于这个想法跟原则之下，我相信建宏处应该是责无旁贷，要提供更详实的资料给在场的各位议员，然后会当对个选区的民众讲。这个代志来龙去脉是安尼，唔是简单前半段讲讲的，后半段中间当拢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基于这原则，我们把他的政风的调查报告退回，然后请你重新把整个来龙去脉把它弄清楚，给本会的所有议员来了解。也基于这个原则，因为你的政风调查报告还不够详细，议员还没有办法。了解的完整跟清楚之前，该笔预算也退回。等到因为本席也在这里建议，因为我们4月24号花博就要闭幕了，到因为花博闭幕之后，相对的花博的87亿的整个预算是一定要办理结算，到时候连这笔3.8亿，大家做回来审查，做回来清，安尼完来结束，我是认为安尼是对咱的市民较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啊嘛较是负责任的做法。第二项，当然，头先咧讲诶，咱诶食药补助，包括我们健保补助，因为个人的计算跟了解的方式不一样，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这是较年轻、较第一次的追加预算，我相信所有在场的议员拢知影，咱台中市目前的财政举债的难度会继续悬诶，就是说高难度的举债这种东西，会造成市府的一个执政团队。
真的目前要把它编足编够的话，确实是它的在整个一个追加减预算在编的是有难度的。但是当然唔忙哦，过去你是四年，咱的执政团队包括林佳龙市长的执政团队，定来讲一句话叫滚动式的预算，钱开到倒位，才做到倒位，唔免卖钱卖，造成咱市库的负担变一寡，较可能到十一月甚至十二月才用得到的钱，变大一代啊，影响到其他重大的建设。而且本身，而且嘛希望在座各位议员大家来共同来支持，嘛希望局长会当赶紧来裁决，予咱会议会当继续来进行。以上。除地案预算案第三四号法规案及补正资料列入三读议案，第二号花博案与花博结案结算报告提下次会议审查，其余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好，继续。好，继续。好好好，继续。财政局主计处报告108年度台中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请罗局长。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市政府的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台东市的全体市民、大家好。为了要筹组这个追加减预算，所以财政局这一边负责的是税入的部分，我就先就税入的部分来做说明。那当然，在做税入跟税出如果有不平衡的地方，我们从事举债的话，我也会对债务的部分来做说明。至于税出的部分呢，就要有劳主计处主计处长蒋处长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啊。这第一个向各位报告。那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税入的部分呢，我简要的跟各位一做报告。其实我们在去年林前市长编预算的时候呢，对于税入其实是编了1089亿的预算，那税出呢是编了1246亿的预算，所以中间的差短呢有157亿是用赊借的方式来处理的。那在卢市长上任之后呢，对于所有的政务做了一些了解、调整，还有推动的必要之后呢，我们也对税入的部分做了一些理解，到底可以筹措多少钱来支应这一些计划。那到这个在送资料到议会来之前呢，我们整个的规划出来，在各位手上的资料的第一页里头可以发现，我们的税入追加了有72亿，税出追加了80亿。那这中间的差短大概在8亿左右，7亿多，接近8亿左右。8亿左右的预算呢，就是差短呢，就用赊借来处理。所以这大概最主要的架构跟各位报告。那我们在税入的部分呢，我要再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在各位手上的资料，各位可以发现，在第二页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税客的收入追加的有34亿之多。那这个34亿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统筹分配税款。那所以在各位手上的资料的税入预算编列情形的括号一，税客收入净追加34亿的这个部分下面的分项有详细的跟各位议座报告。
有关哪些项目是追加的，有哪些项目是追减的。那在第二个部分，统筹分配税追加35亿，这个部分大概是最多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呢，大概就是补助及协助收入，就是中央给的补助费用。那其他的大概都比较小，像规费收入追加4800万，财产收入追加15000万。那这个最后我们来看到，翻到第九页，这是第五个括号，捐赠及赠与收入追加8000万，其他收入追加9900万。那这一些东西加一加，大概整个追加的预算追加了72亿9590万。那我在这里最主要的跟各位报告简要的部分，那如果各位议座有任何垂询，我们随时提供我们所知道的讯息来回答。谢谢，谢谢各位议座。好，再来请林主作案。包括大会主席哦，一定哦，刚才何文海召开了假公，啊，那程序哦，议事堂程序哦，那煞变去啊。我在了解讲，之前要进入一读之前，喜爱主计长跟我们财政局长来报告追加减预算编列情形，让大家了解才对。啊，对啊，已经进入一读啊，啊，才你来才来报告，我哦，这假的嘛。程序不是照这样走的啦，哎呀，所以讲哦，我话哦，我咧一读已经一读了吼，唔能够报告啊，大家哦，还可以多准备哦，啊，议会要接受执行哦，啊，上细节创好啦，安尼才对啦，无人安尼做啦，二病啊啦，无人也不一读的啦，啊，也不一读啦，说一读你就念过啊，一头念了啦，也不啦，啊。啊，没讲。啊，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午安。主计处来报告，本市第一次追加减预算编制情形。本市108年度总预算于年度进行中，因为我们配合中央各机关的补助业务，还有业务上的实际需要。我们办理第一次追加减预算，经过审慎的评估核定后，税入净追加是72亿9590万1000元，税出净追加80亿4500万8000元，这税入税出部分有差短的7亿4910万7000元，那这个部分我们全数以赊借收入弥平。啊，其次是有关这次追加减预算税入部分，刚才财长已经说明过，就不再赘述。有关书面资料，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那此次追加减预算的税出部分，税出净追加是80亿4500万8000元，追加减后税出总预算为1327亿144万8000元，其中经常支出预算为1096亿9344万6000元，资本支出预算为230亿800万2000元。本次税出追加减预算正式别科目的明细表，这个部分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本次追加减预算后，经常收入大于经常支出，经常收支的剩余为61亿4444万9000元。本次追加减预算总计是80亿4500万8000元，其中经常门的部分是51亿2603万3000元，资本门部分是29亿1897万5000元。那这次追加减预算中，市库负担的追加裁员净追加的金额为37亿8395万5000元，中央补助款净追加是39亿1101万5000元。那其他裁员净追加的部分是3亿5003万8000元。有关这部分的详细资料都是在我们追加减预算的总说明的附表上面有的。有详细的资料，这个部分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那本次追加减预算案，我们主要的内容我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重要的施政计划，这个部分我们列了36个案子。
那第二部分是有关中央的补助款，我们前瞻计划的补助的部分，我列了14个案子，这个部分在书面资料都有，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以上报告，谢谢。好，帮我们请继续。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一，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108年度台中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好，等一下。杨振中议员问，财政局长，我要请问你，台中市政府这一次是第一次追加预算，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办理追加预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报告议座，我们基本上啦，哈，要看这个税入税出后续的变化的情况来做调整。好了，谢谢。市长，你请坐。市长，我真的替你非常非常的担心。林佳龙时代108年度预算编了十二届收入157亿，当年度的最高举债160亿，也就是说你接任之后当年度你大概只可以借2亿5千多万，2亿5千多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有一些中央补助款，有一些办理税入的追加预算，税入的追加预算当年度就是108年度可以举债165亿，165亿。但是呢，你现在已经到了多少？164亿9355万3000元啊，还差多少？就超过当年度的这一个，还差多少？局长，还差多少？千万，从这个资料来看，是还差5000万吗？没有那么多吧？没有那么多吧？你165亿减掉160亿9355万，所以说巧妇难为无米炊。巧妇难为无米炊。那么今天我们财政局也好，我们各机关都好，应该什么好好来这个节流，有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该要删减的就要删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创造财源，开源。那么开源我们不是光卖土地啊，卖了土地变成尿不要干，那怎么样去做开源的事情？我想我们财政局啊，这边要多多的去思考创造性的财源，局长，好不好？是。我想这一个看到这一个，我们真的很忧心，台中市未来的这一个财政，未来的财政，在我们前朝林佳龙的时候的挥霍。那在台高足，今天接任的市长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好，谢谢。谢。好，再来继续。三读议案第一读会，一，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108年度台中市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以依预算法及相关规定汇编完竣，进行审议。二，市政府提案第三号案。简送制定台中市儿童及少年家庭寄养管理自治条例草案，进行审议。三，市政府提案第四号案，简呈修正台中市妇女福利机构设置自治条例第四条、第十九条修正草案，进行审议。以上完成一读。啊，请江兆国议员发言。一定，杜家。李天生议员有提案嘛？伊想要要求市政府足额编列后再行送审。拄则刚才刘议员吼对于的发言我看起来伊毋是咧生咱的李天生啦，伊咧生咱的社会局长啦，
局长起来解说的物件吼，啊，才提起有一个议员带赌啦吼，啊，当然做一个民意代表吼，伊若讲变做去替局长吼咧读资料吼，做看板吼，也可能去入阁会比较适合啦吼，监督我想可能力道会比较不足啦，所以局长你也危险啦，局长。刚刚李天生议员提出的这样的质疑，这个数字没有错啊。你的竞选承诺是不排付，全面恢复。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不一定认同你的政见，但是我绝对有责任替市民要求你做到你讲的每一句话。你既然答应市民，每一个人不排付全面恢复，结果你今天只编了这样的金额进来，好，你今日要退回重新足额编列，你要爱阮信进前，你先针对这个没有补助的180,000人，请你向他们道歉。市长，请回答。你道歉？你讲你无才调，做袂到，讲袂出。骗票！你任何理由我会接受，你甲因道歉，莫听讲啥民进党咧阻挡，阮无阻挡，阮是要求市长兑现你的政治承诺，全面补助啊！你来道歉，这180,000人，请你回答。请市长回答，请市长回答。啊，请市长说明。江议员，你一点无参加，无加支持，所以你无看我证件。你的每张证件我都留着，从头到尾。我还有纸本，网页也有存档。恢复，现在你全面恢复。你现在就我没有全面恢复。你现在全面恢复，我没有恢复。你现在就可以 Google 我所有的文宣。我刚刚 Google 完。恢复老人健保补助。卢秀燕主张不排付。你应该拿我的文宣。指定。所以，请你说明，你说全面现在做不到。我的选举没有关系。你有问题的理由吧？但是你不可以传播错误的消息。我现在是给你机会，让你对这180,000人说清楚。就是恢复老人健保补助。而且，恢复而且你做这个恢复，我在上次临时会。我在上次临时会就讲得很清楚，会恢复胡志强市长时代的老人健保补助，谢谢。好，时间到，请坐下。以上完成一读，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请黄新辉议员发言。我有临时动议。过来。哎，有没有人会议啊？没有。现在我要讲临时动议，议长，我是不是可以讲临时动议了？哦，可以，可以。好，谢谢议长。来，议长，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清点一下我们那个300,000张的花博卡，剩下的到底还剩多少花博卡？请在相关专案报告前，请交通局。把所有我们民脂民膏制作出来的花博卡，剩余的花博卡，请清点完毕，送到议会的议事厅来，让我们的所有的市民跟议员看到剩下多少花博卡。这些花博卡都是塑胶做的，到底占多少空间？议长，请裁决。有没有人呼吁？好，照案通过。好，继续。接下来，议程是抽签市政总执行及业务执行顺序，请市政府官员先行离席。抽签市政总执行及业务执行顺序。哎，请。大会派两位议员代表抽签。阿伯李天生跟张建辉议员。
好，开始。陈世凯议员。陈世凯议员35号。张耀忠议员。张耀忠议员21号。赖嘉维议员。赖嘉维议员52号。陈淑华议员。陈淑华议员50号。林奇峰议员。林奇峰议员22号。谢志忠议员。谢志忠议员37号。周永宏议员。周永宏议员12号。蔡成圭议员。蔡成圭议员29号。赖顺仁议员。赖顺仁议员56号。罗廷伟议员。罗廷伟议员53号。徐宣峰议员。徐宣峰议员15号。陈本天议员。陈本天议员55号。杨振中议员。杨振中议员6号。陈振显议员。陈振显议员43号。赖义煌议员。赖义煌议员4号。沈佑莲议员。沈佑莲议员16号。施志昌议员。施志昌议员18号。刘士周议员。刘士周议员41号。何敏成议员。何敏成议员11号。谢明元议员。谢明元议员60号。林碧秀议员。林碧秀议员9号。张玉燕议员。张玉燕议员7号。吴敏济议员。吴敏济议员2号。杨典忠议员。杨典忠议员19号。黄建豪议员。黄建豪议员42号。李忠议员。李忠议员24号。李立华议员。李立华议员33号。张燕彤议员。张燕彤议员31号。李天生议员。李天生议员62号。曾朝荣议员。曾朝荣议员13号。邱树贞议员。邱树贞议员45号。
江兆国议员。江兆国议员34号，郑公敬议员。郑公敬议员36号，萧龙泽议员。萧龙泽议员5号，林德瑜议员。林德宇议员32号，黄新惠议员。黄新惠议员10号，朱暖英议员。朱暖英议员47号，陈文正议员。陈文正议员58号。林汝州议员。林汝州议员17号。何文海议员。何文海议员63号。黄守达议员。黄守达议员25号。冉林轩议员。冉林轩议员26号，林孟令议员。林孟令议员61号，陈承天议员。陈承天议员27号，张昌仪议员。张昌仪议员8号。王朝坤议员。王朝坤议员46号。朱元宏议员。朱元宏议员49号。张廖乃伦议员。张廖乃伦议员38号。陈廷秀议员。陈廷秀议员54号。李荣宏议员。李荣宏议员48号。张静芬议员。张静芬议员3号。吴琼华议员。吴琼华议员40号。罗永珍议员。罗永珍议员20号。苏伯兴议员。苏伯兴议员39号。赖朝国议员。赖朝国议员30号。尤碧玲议员。尤碧玲议员1号。陈青龙议员。陈青龙议员51号。张家安议员。张家安议员23号。蔡耀杰议员。蔡耀杰议员44号。林荣敬议员。林荣敬议员59号。黄仁议员。黄仁议员57号。段伟宇议员。段伟宇议员28号。吴显森议员。吴显生议员14号。谢谢两位议员。请议事组会后尽速将抽签结果通知各议员。继续。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